的代表人物就是 Van Gogh 吧。把 Van Gogh 拿来数位化。但是 Van Gogh 那一段有点短。对啊。其实不便宜耶。是吗？我因为其他展览。380。今天抽空来看 Poetic AI 数据艺术展，在华山1914文创产业园区红砖区六联动，校区的艺术家团队们使用数据以及演算法来呈现 Data Paintings 跟 Immersive Experience 的装置艺术呢。跟着数位艺术家 George 一起去看看数据如何成为丰富的视觉意象，以及改变空间观感的另类维度。穿过这面 Data Gate。一起来走一走，瞧一瞧吧。它这边那个有点那个磁铁亮丝的，对。AI 的 Deep Learning 将梵谷的多件作品，我想应该高达518件吧。读取之后呢，用人工智能去演算出梵谷的任何一处，形成了非常漂亮的诗意。给 AI 光之拱门，梵谷的作品。
觉得画面当变成色彩的时候，就有一种比较有现实存在的感觉。黑白的时候就比较像是在虚拟世界。这种流动意象的视觉暗示很强，我感觉好像自己会被冲走，好有趣哦。谢谢。
Not of Future。对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又是一盒，好像有绿茶的味道。没错。